就是决胜局，胜负马上就要揭晓了。教练们，你们紧张吗？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，我紧张，我要跳河了，我现在，我们马上就要跳河了，别急。好，时候队是不送战队的最受关注队，同样 LTG 战队也有一支学员心中的最受关注战队，那就是接下来要为大家进行表演的世界不会轻易崩塌 Showtime。 陈静呢，加油。世界对面那是谁啊？原创好像打歌舞台主持人。 Showtime， 请旋转舞台。喜琳娜一杆要来了，我们的蛮牛要开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 LTG 战队声乐方向的混合金属，有我们在，世界不会轻易崩塌。我们是世界不会轻易崩塌，我觉得最强都在我们这儿，因为我们组都是大 vocal， 像希林、王一景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你的脸，一景他的声音，因为听起来就是偏成熟一点的声音，甜中带一点忧伤的感觉，一开口你就知道这就是王一景，这就是他很厉害的地方。我一直都是对希林很认可，就他的声线对歌曲诠释跟表达我认为是非常好的。vocal 实力是毋庸置疑的，强强联手，我对我们的舞台非常有信心。每个人说一下自己心中的中心位吧，好吧，我就先说吧，我心中中心位就是希林。对，我打算推荐希林。按实力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我心里的中心位是希林。嗯，对，拿到这首歌之后，我就觉得希林娜依高同学就很适合，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C 位当之无愧。我先推荐，不是那啥，我先自荐一下，希林说，不是，因为我上一次公演的时候，我在那个团队，肖彩霞的那个团队，每一个人都想当 C 位，然后每个人都是非常踊跃的在推荐自己，对，所以我就是可能一路走过来，然后现在一下子，你们就是往外推的那种感觉，让我一下子不太适应。今天世界不会崩塌这首歌呢。我想争取他这个 C 位。哇！最后节目只剪了这一段，只剪进去这一段。每个人说一下自己心中的中心位吧，好吧。今天世界不会崩塌这首歌呢，我想争取他这个 C 位。没事，好了，正经，就是很客观的讲，希林是最适合这首歌的。如果选择他的话，这首歌我觉得会让我们整个团队更加的出彩。有被宠，这一个皇冠，传给你。有要这。做这个事情，很烦，这么和平，然后很对，就是很，就是有被惊到，就是有被惊到，有被宠爱到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不需要去经历很长时间的磨合，就是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去达到一个默契，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对彼此的声线，对相对应的每一趴就是。有一个概念了，我们进度是算蛮快的，对，所以我很期待我们最后呈现的这个舞台。当当，对中心位的宠爱还在继续哦，京东中心位大礼包。哇，吃的用的都有，哎，太幸福了吧！哎，还有呢，京东61817周年庆6月1日就全面开启了，超多好物，福利多多，还有更多爆款超低价来袭，想吃的、想玩的、想要的，通通都可以在京东上买到哦。京东17周年生日快乐，一起热爱就现在。
更多创造营同款好物，快去京东下单吧。开心，快乐。大家都有什么喜欢的 part 吗？对，就有人有现在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一 part 吗？那就我先说吧，我非常非常喜欢 rap。rap。对。我起鸡皮疙瘩了，就 rap 我会。我真的蛮牛。嗯，牛姐，你别这样。那这是我这首歌唯一的一个执念了。然后至于它怎么分，我说都可以，就是只要能让我去唱这段 rap， 就非常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会是我这首歌的高光时刻，所以我很喜欢。你不用争取，不用争取，也没有什么好争的，就是也没有人跟你争了。第八一张有人选吗？我们其实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。其实我们可以慢慢调，对 对, 对。如果就看怎么样出来的感觉最好。是是是，嗯，都试一下吧。现在只可以直接来吧，可以 ，OK。然后所有的表情状态啊都要拿出来。好。好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准备。老师，再来一次。调整一下状态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让准备，三二。尽管再多复杂，王一瑾这个嗓子好像就是彩排时候完全失声这样子，就很没有征兆的就突然就没声了。他们可以先去回去休息一下。像我们这一类的嗓子，声带非常容易受损。这两天我全是一直都是连轴转，应该就是休息不够，然后过度用嗓子，所以我挺担心的，因为毕竟最难受的应该是他嘛。哎，应该还是声带的问题，可能你这段时间可能就要少说话才行。我明天就需要，马上就要唱歌了。对这种职业的人，过度的用嗓子，他声带会损伤。就声音哑了以后，你再唱歌，他就容易长息肉，这声带息肉就基本上消不掉，你声音就可能就逐渐声音就变哑了。他每天必须要唱歌。易瑾他一直 vocal 能力是特别强的，嗓子对他来说很重要。还是希望他能赶快调整好吧，因为想让他在就是自己的领域发挥到极致。
睡觉全都无所谓。再多复杂难过，世界不会轻易崩塌。现实的世界是我摸着，紧紧拥抱一下。接下来有请不送战队的星光备忘录原创组。